谁开？我开啦！开起来，开起来！那、啊、我要怎么进去啊？还是要我开啊？我的主线有过到幽灵房子、欸，哎，这样子我的场地是不是比较多啊？啊啊对，那我场地是更啊。来来来，我。我就觉得镜子有够烦。喵喵。哇！哇！在接啊！没拍。哈哈。很凶哦。有没有人知道我这是到底干？哇！想要偷袭哦，你这个人。怎么镜子离那么远？哦，话都还没讲完，就突然扒过来了。啊，等你讲完，你要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讲完了。还有你烂线呢、啊？那、啊、你就是个烂线。不要在那边耍小手段哦。我没有见过烂线啊。你不是打得很顺吗？没有啊，不太顺。哇靠！4 0 yeah 你怎么都打我敢打对角球打不到你要预判才接得到啦6 嗯我明明就挥到了喵喵喵喵喵来来来！哎干！哎、你是看我矮，然后打这种球接不到是不是？对，打高飞球你就打不到了。让我看一下重播啦。好好好。喂，抓球！啊靠！哇！哦、算了，死随便，你自己打出界不关我的事。死，露个美腿就想赢哦。哇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只会有一胜。哇！真会啊！我不是说名字，我是说他是谁。你干暖屌球！还不赶快来接？啊干！好肥！这不是重播、喔？哭着笑。对啊，怎么过来？干！我干又暖屌！接不到啊！接不到，你要软屌，我也会软屌。一比，世代第二个公主，怎么那么怂啊？这是。翻不过去，你不能 AKS 按两次，他马上会翻呐、啊。妈的，我要你死！哦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我才不接，我在那边那么笨，有没有那么胆小啊？因为我也不太会接这种球，我干脆放弃，反正放弃也才输一分而已。咿呀咿呀的声音，哇、哦，这个很猛哦！我干，软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接到？
骂人是不是作弊啊？那你就没接到啊？怪我！滑滑滑滑滑不止呢！打的网球要有心机，懂没有？靠背我都按到两次，我觉得 XX 我就尽量不要用，很容易一击都按两次。那靠背按到两次，我想要打软屌球打不出来。哇，不行哦！妈的，我要生气哦！哇，昨天哎，哇，哇，昨天在那边屌虐，爽了爽了，先让你尝试一下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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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人去死你！应该这样。干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用大绝当你的大绝啊！刚刚有看到吗？有挡住哎、欸。有啊。干，这样也可以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而且我还有一半气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给你挡住气。哇！哇哇 ！out。six all。哇！硬起来，硬起来！哇，干了吊球！Match point！ 哇，软屌，软起来，软起来！妈的，最后这一分好难哦！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结束啊？要打到赢为止啊！哇哇！你要往前呢、啊？对啊，感觉有来回再弹一下呢。呀比！啊靠！没有怎么杀自己的场地呀、啊？杀网杀网哇！好帅呀、啊！杀网、啊！你不要在那边开那个影响器哦！妈的，我刚刚这一下子那个打不到球。又在怪，那刚真的停了一下啊！他妈的嘞！哇，网络问题啦！哎呀，就真的会有点顿啊！他妈的嘞！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人？打身体，打身体，打到小指头也算我输哦。对啊。哦哦哦！神救援哦！哇！打错地方，爽了吧？干，这都会，它都会往下漂移呢。因为你的气太短了啦。嗯。每次都按错，每次都中那个一分，那你还要打多久？我要生气了哦！哇哇！你打我！你敢？我是瞄准你的脸打的，妈的！哦，我开打，开起来，开起来！你没挡住，输了哦，要三胜了哦！哇，恭喜！哎，哦，终于结束了！妈的，都输在自己失误啊！干，疯狂失误呢？你怎么集气集那么快啊？靠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。
结束的时候最下面有一个能量级的那个数字，有没有看到？我30000多，你20000多那个。对啊，你多我10000多哎，大小。其实我是在让你啦。啊，你有看过护羽旅还是佛利莎一出场就三段变身的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当然就是要，那当然就是要酝酿一下那个气氛呢。好好好，从现在三一开始，我只会三胜了，对不对？妈的，要是一出场护羽旅就120%，那游主打起好，我全部死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要逆转了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是库巴他儿子，我就要让你吗？对啊，我都长得很像小龙啊。哇，看我就过来了。哇，很会打对角，你这次感觉对角很强哎。你想太多了啦。你打什么不？有些角色他感觉。打的球路都不太一样了，哇，太快！哇，软屌！战术，有没有？哦，来了！太快！哇，这只手太短了，颓废的坐在地上。啊，怪角色哦！哇，对嘛？你看，你会预知是不是就可以接得起来了？哦，哇！你会预知哦，然后靠北打个钻，打个软屌啊！靠北，如果不这样打，我怎么赢？敢有软屌？敢就被打身体啊！你有穿机器人有什么关系？哇，算了。你好容易放弃哦。畜生球，他妈的！哇，你放弃了。库巴的儿子，富二代，这么容易就放弃了。我让六追五。你要代替你老爸征服世界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放弃了？哇，你靠背，真的好险！哇，看打错地方。出界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看烂，谢谢你让我赢了，靠北，现在比数是多少？刚4-3不是吗？哦哦，差一点，腰吸软屌王哦。那软屌啊！看你们在软软屌球、啊，靠北！放绝招啊，耀西！耀耀耀耀切掉！我是煤气放沙球哎、欸，为什么你的气这么快呀、啊？死定了！妈的，我要死了！沙球！哇！哇！哇！哈哈，干架干架！哇！哇，超屌超屌！你到底怎么挡下来的、啊？干，还是冲过去看准时机哈按呐，要不然呢？打头的，我要放绝招没办法放，哪有那么多气？
不是啊，我要放那个啊。啊，你打头？我一直被打头啊。好爽啊！这好厉害！哎。哇哈！靠呗！会不会打身体？打到两腿中间。你在瞄哪里？哇，救不到哦！干，这游戏不是速度脚吗？走那么慢呢、啊？哎呦，跳起来闪，按错了，很聪明，很聪明。好，他这个应该坐到别的按钮上面。有啊，可以按下面的 R。走路一顿一顿的，你自己看。哇，瞬间又掉到一格。我不喜欢去森林。为什么？因为有食人花会乱喷。他也会喷我这里啊。哇！啊，你不是用飞的，不会飞快点哦？哇，飞不过去啊！哦吼吼！你怎么不打、啊？我干嘛打了出界了不是吗？没回到。啊靠！我还在要要。哇！不行，这么自大。得意忘形哦！你现在把气球打多久？把气球用光哦！啊靠呗！打到嘴巴了！气球！不行啊，你这个。你知道外面这个边界是出界吧？对啊，出界啊！你接的球太刁钻，就会变这样。妈妈妈妈妈妈！啊！又被软下来，下坠球，专业有没有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好累了。你只会用幽灵呐、啊，不行呐、啊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装萌你就死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哎呦嘿呦嘿，你就死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哇，还有按到。不行了，那我要先动把手。路易吉，哦，路易吉声音好讨厌哦。Here we go, here we go, here we go。路易吉，我们来打网球。Here we go。为什么路易吉声音这么鸡啊？他就鸡啊，路易吉。有点不接不到，看他没接到球的样子，好好笑。
哇，你根本接不到嘛！对啊，干！哇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哇，这个机器有猛到。哇，好好笑！怎么都接不到啊？这手，啊，你这手的好短，手短脚短啊！但是他挥球很大力啊，你懂吗？我的血！哇，这次我知道怎么玩了，一直打对角球就对了。哇！你要把球打爆哦！你是真的想要杀人吗？对，杀人网球有没有看过？哇！你看吧！哇！哇！断网！哇！哇！你看吧！哇！你是不是怕输？哇！烂死！断网！你是不是怕输？干！我刚刚已经要赢了哦！哇，还有这个烂地方，那、好爽哦！花都会帮我，我们好绿哦。你也是绿的，我也是绿的，场地也是绿的。嗯，都看不到人，你是不是想要带绿的？对，哇，穿绿的带绿的。哦，喂。哇一直吃球，我靠，这吐太快了吧！哇，这个好啊！喂，嗯，哦，完了，不敢，就是要搞你腿短，看你腿短弄你。哇，这个软屌，不行啊！我看又在软屌。哇哇！这下你要弹到哪里去？来不及了啦！什么欺负矮肥短？妈的战术好不好？哦，干！你是你一言不合就杀球，干！你原来都是软屌啊！疯狂杀球！哦！喂！哦！怎么啊？我。就是要打你的弱点，好不好？熬夜，不，Luigi，哎，靠北，我球都飞起来，你怎么可以放啊？好爽啊！接啊！怎么打到的、啊？干！哦，Match point， 好不爽啊！妈的！展现点技术好不好？哦，你看，干，妈的，偶尔让你接到一次哦。Six， 哇，我让你 miss 一次。Match point， 一言不合就杀球。Six， 哇，你吃花怎么没有吃下去啊？那金光他嘴巴他没有吃下去，误判了。按错了，干！我要滑嘞。Match point. L guy, come on, come on, L guy. 我知道他讲大小。Game
哇！又被软脚欺负。你在这弱点就是这样，腿短啊，就追不到啊。干！打你的弱点。哇！好爽啊！我按错了。玩这个游戏就可以让你爆金。干！你这样看起来像马里奥，好像什么合家欢乐的游戏，对不对？干错了，没有啊，很合家欢乐啊。比奇打库巴，哇，公主逆袭了。为什么公主嘴巴的口红就这样子？是什么樱桃小嘴之类的？那就既定印象啊。救球救球！晃哇，这个杀也不能发球，差点！推棒落空，你可以再快一点啊！但库巴就很慢哦。哇！来不及了！杀球！杀球！杀起来！杀起来！哦！拦住！拦住！拦住！走走走走！干！啊！你要干嘛？你要救我的球？我刚整个按错了。还好。那库巴力量好大哦，接不起来哎。库巴好像很容易就可以集气成功。哇干！哇、哦，这个杀球，赞赞赞！我不是暗杀球吗？好像杀球要在很要在对的点。来了来了，在靠北了。对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。哇！断拍断拍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打女生？好爽啊！人家是女生耶。好爽啊！人家是女生耶。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，精彩重播。好爽、啊！火焰球拍。根本看不到，妈的！我这个角度。这个导播也太烂了吧！开除。还可以这个角度再看一次哦？没有。好，没了。屁股头。你真的很喜欢软屌哎、欸！那你干嘛退那么后面啊？你就是预测错误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形，不是吗？哇 ！Zero。哇！这不快。
Zero。干大野战打哪里？哇！哇！集气啊！集气啊！硬要嘞！我干！软屌救球！我干！哇，厉害哦！跳什么啊？妈的！好爽啊！藏起来，藏起来！哇，在前面一点嘛！你也退在后面了吧，拜托！哇，这要气屌咧！前前后后让你跑得不要不要的，哦，跑得很累，你知道？软软硬硬，进进出出，有没有？如入无人之境。七进七出啦，懂不懂？什么猥亵啊？乱讲一通。进进出出球法，你不懂啊？哇哇哇！好，耀西交给命运，耀西虐死你。今天交给你的命运决定。你的脚超短，看不起香菇头。你看吧，脚太短。感觉有救。要要。哇，你按到两次。要太多过去了。刚刚接球怎么顿了一下？靠雷了，人家讲顿。我他妈说真的。这杀球。来不及了。哇杀给你看。哇！好干！开大开大，开起来开起来！硬要，硬要！哇，接不到了！咋挖路的？接不到了啦！我要浪费气！硬要跑出场外了！啊！不行啊！要要要！哇！哎，你这样欺负一只恐龙哦！你也欺负一只香菇头啊！哎哎哎！你怎么那么没品啊？打人家嘴巴！
这规则好不好？你自己不用球拍接，用嘴巴接的。哦哦。看，这个接不到。Match point。啊，你不会多捐点钱买条鞭子哦，就可以让这个小王八蛋跑快一点啊？哎、欸，操作失误。啊、哦，应该要接到的。哇，哇，看东巴少腿好短。连挥空还会有那个“汪汪汪汪汪汪汪”的声音，打不到就不要勉强了啦。Three, two, zero， 干出了暖表，哇、哦，不错哦。哇，跑啊！哇，接不到，孩子快跑啊！哇，累死。起来啊！哇、这好好难打、啊。哇！滚错边，应该往前滚的。Change court. Match point. 被狗狗整死了。到底要不要发、啊？是软屌吧？哎、欸，哦哦，哎、欸，你他妈的怎么回事？你的脑袋是变得跟他一样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怎么没有跳起来嘞？你他妈的烂死！你是玩什么角色啊？你的智力就跟那只角色一样了，就对了。一侠嘞，你那只干甲没什么脑袋。我要把你的后刘海打掉。我打掉了。拔掉你的后刘海，这只很好救球哎、欸！One zero， 嗷嗷嗷，嗷嗷嗷嗷嗷嗷！你是要撞几点？没太乱放了，可是判定要打还是要？打到脚去咧，打到脚。哇，感觉狗狗太强啦！看，而且哪一只角色可以屌虐狗狗的？那是要技术的好吗？妈的！有种断，有种接啊！耶！哇！耶！太早！哇！不行了！啊！你要压蛋哦！嗯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走啊，跑错边了。Match point。哇，这个接不到。哇，妈的，要纳曲。
就洗了啦，你不会赢的。好啊，你要不要去打故事啊？可以拿到场地耶，很有趣。对啊，我去把故事破一破啊。啊，这个游戏你觉得好不好玩？我觉得还蛮吃技巧的，看起来画风好像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很适合大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错了，竞争超激烈，打到你手指都断掉了。如果我们坐在一起玩的话，啊，你会怎么做？看，可能被杀球。你会不会拿摇杆敲别人？打断球拍就把他的摇杆折断，把摇杆塞进他嘴巴里，塞进他屁眼里，妈的，哇，好凶哦！谁敢跟你玩、啊？这种游戏哦，说什么怎么多人同乐哦，错了错了，谁敢跟你玩就闹人命了，哇，好没品啊，没有球品。那你这样子还找我找我们去玩那个桌游？妈的，你输了，那你是不是要杀人啊？对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金牌特务？有啊，就是那个他在教堂杀人那个片段的。哦，那我不去了啦，好恐怖哦、喔！台南报道 ，Funkin 昨天一行人四人玩桌游，其中一人输了，疑似火大爆气，把其他三人砍重伤送医。哇！我不敢去。对，干你实况桌游也可以啊。为什么要实况桌游？为什么不行？实况桌游你知道多麻烦吗？我还要拿个东西，还是拿什么手机架在那边这样子拍？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架借你设备 啊，收音也不好。啊，我有麦克风啊，麻烦呢。而且你去 Funkin 你去玩，你还要征求同意说，我能不能在那边拍啊？啊，可以啦。你就稍微你不要打真的打扰到别人的话又不会怎样啊，你都很大声啊，然后妈的别人都白眼瞪你啊。不会很大声啊，公共场合会收敛一点啊。不要，我要关了。再看看啊，不是不要了，再看看啊。好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你好烂靠肥